小店有请。尊敬的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拍卖会。我是本场的拍卖师老雷，我是本场的拍卖师小店。好的，接下来为大家展示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什么头？羊头。起拍价格是6个币。哎，咱们每个人每个都得拿下一个，咱们什么这样总有一个人会进去。OK， 哼，笑死！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会参加这一盘。你没有资格。首先没有资格，没有资格。再就是你不一定有机会就真的进去。你不如把币留着玩那个。来，让我们看到你们双手，来竞拍，开始。那位。什么？二上了就二十，上了就二十。我们居然有对手的，我以为就我们几个，我们俩加起来一共二十。我们每次加价幅度为是一个币，大家听好，每次加价幅度是一个币，这怎么玩啊？七币，八个币，九个币，十一个，还有人加价吗？还有加价吗？我是弼马温啊，我没有币，你们五个上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还有吗？16，多少？17，17个币，成交，成交。爷，你这个都这个成交价的话，咱们五个可拍不下来。对啊，这个咱加起来拍不起，拍不起。我有什么能赚到心愿币的机会啊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如何赚取心愿币呢？第一种。那在咱们的派对之中呢，各种的小游戏可以帮您赢取心愿币。第二种方式呢，派对之中呢有各路神仙，他们也能帮各位赚到心愿币，建议各位贵宾多与他们交流。当然我会给足你们机会赚盘缠，只是能不能拿走就看你们的本事了。你们今天的 KPI 就是让他们难上加难。要桃吗？什么桃？拍卖的桃我都有。你都有？你羊桃卖多少钱？羊桃是这，我给你一个良心价20，是不是便宜？回头要哪个我再来找你啊，记住了。行。要桃吗？要桃吗？要啊。要桃吗？要啥桃啊？啊？你要什么桃？要什么桃？嗯，你要什么桃？那啥都有。那烟给我来一个。你有钱吗？有啊。不够。啊？给你走。不够，太少。多少啊？你到底要啥桃？你告诉我。我先要羊桃。20。20也太多，我都不够。5个。考虑一下。哎，我不行。5个。那不行。太少了。6个。我不行。这也不说话，是这么回事。你看啊，我们是个团队，一会儿有拍卖了之后呢，我们能帮你把它拍一个，而且100%能把它拍到。确定吗？我必须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实力啊！这不苍蝇拍吗？这就是手，这就是能帮你拍到的东西。还有一只手，我有6只手。不瞒你了，我就是哪吒呀。我是天上的神仙。什么包袱？这是啥呀？他说他一会儿拍卖，他手剁，他可以帮我拍。参与拍嘛，可以拍。那你们拍，我们自己能拍啊。对啊，你们拍，你能保证拍到吗？那你能保证低价拍到吗？低价拍到啊。咱们那什么，咱们。好的，就是那个公平竞争，好不好？好，公平竞争。哎，来说点悄悄话。哎，说悄悄话。想拍着什么桃？想拍着董事长想要的桃啊。哎，我们能帮你把你想要的桃都拍着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一人一个，来。哎呦，哇塞，谢谢你，一人一个来，谢谢。我分你一个，一会儿支持我，支持你。好，交朋友。那咱们现在是当朋友了，好不好？我没多少。我光给钱，我现在自己还剩24、6个了。我本来25个，我还剩6个。25个，你钱呢？都分给大家了，一人一个，交朋友。
送你一个，送你一个，施舍你一个。谢谢，从我们二位快乐了吗？同为大家给我了，没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。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快乐更重要。我们三个能帮的，实实在在帮你。我们三个是团队，我们是代拍团队。哎，我们一会儿去帮你代拍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开始之后，但是你得交钱啊。交什么钱？我不是给你们仨钱了吗？这不是朋友的钱吗？这不算是吧？啊，是。哎，行，那我不拍了，没事，不，没事，我不拍了。你们先聊，先聊，你们先聊，我转一圈。哎呀，还挺聪明，这礼他送给我们了。雷几个人看起来不太聪明，其实嘛也确实不太聪明，只是有些警惕性，轻易不好得手。不过也不着急，要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我得去赶紧大转一番了。你就六个币，你怎么转、啊？兄弟，你看我怎么给你转。美女们让一下，我要赚钱了。先生，来玩陀螺吗？当然来。怎么说？规则非常简单，陀螺只要停止了或者出局了就输了，压多少个保证金我就返还你多少。能不能先试一次？是啊，可以。我黄子韬做事从来不是硬气。先交币再玩。好的。你晚上没地儿睡怎么办？放心，相信我，相信哥哥。三二一，发送。黄色，你可以的，王宝宝，拜托了，撞他，出，出，有信心吗？你可以再加一个。没有信心了。哎，算了，可以赢吗？不，哎，哟哟，不，加油。哦，很遗憾，先生，我侥幸赢了，谢谢你的两个币。先生您好，我们这里是 AMX 的冒险区。怎么玩呢？啊，规则是这样的，那我身后呢有这么多叫 AMX 的箱盒，箱子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两种容器，一种是叫做 AMX 丹东草莓酸奶奶瓶，那这个奶瓶呢叫做有效容器，剩下的这些容器呢，这都叫做无效容器。比如说您二位去比拼，一人拿一个箱子，两人同时打开，您箱子当中的有效容器的数量减去他的箱子里的无效容器的数量，就是您最后的一个得分。就是看谁奶瓶多。哎，对了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来吧，五哥。好，我先给你点压力啊。这是两瓶有效瓶，虽然不多没关系。然后七个无效瓶，八个无效瓶。